说，今天一大早我们来这边，我们竟然是要来采科，来帮忙的。你有没有看到后面一堆科？这是剩下的科吗？剩下地上一颗颗壳。你们没有闻到海味吗？有，很浓，就是蚵仔的味道。科味是什么味？蛤蜊蛤蜊，有一种蛤味。生吃烤烤过，要不然就蚵仔酥，蚵仔酥，蚵仔煎，还有蚵仔煎，然后就没了，就没这些菜了。它还有什么三杯的，还有宫保啦，麻婆，麻婆，太强了吧！然后这个是直接的，然后这个还是什么五斤长的，还有咖喱，好酷啊！大感觉好好吃，烤粉，是烤粉哎，烤粉，烤粉，烤粉在那里，烤粉，还有烤的凉拌菜，就是你想要吃的应有尽有。今天在吃之前呢，我想说来玩一个小游戏，毕竟我们三个一起就是外景也有个好几次了，对，来测测看彼此的默契到底是怎么样。这么快，一定要很辛苦的玩游戏吧？一个节目三个人，你没有默契的话，节目怎么做下去？哎，不要这边乱立那个哦，怎么做下去？我们至少要测一下我们之间的默契。等一下我们很烂怎么办？我们就是。没有，我们看哪两个人最有默契，那另外一个人，我们就在那边跟他鼓掌。今天是他最后一集，好可怕，是一个科圈，我想没错，我们就是这么残忍。好，你以为只是个外景吗？那如果是你怎么办啊？那你的话，那我要改名原想天开，对吗？石想天开，石想天开，听起来我不吉利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前面我们就以这个一二三四五五道栏。遇到来玩，然后因为不一样的嘛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是测默契，比如说今天你想吃哪道，我想吃这道，然后就一起指到的时候就指到，到的时候就指。最后看哪两个人最有默契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你们两个贵为乐天啦啦队，要是没有默契的话，我们平常分属不同的单位，对，像是 MC 哦，完全不认识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要直接开始哦。可以。预备起。今天你想吃哪道？我想吃这道。三个都不一样。今天你想吃哪道？我想吃这道。有啦，吃，开吃。原来我才是多余的那个人。我们内容都吃这个，有没有？对。我第一次选这个哎。蚵仔酥。以为你们会经典料理。我想吃蚵仔酥。所以我不能吃哦。嗯。好吃吗？哦，它是金沙蚵仔酥，真的，对，它是金沙，然后有沾一点蒜，还有那个辣椒的部分，很提味。它的咸度呢，完全就是靠咸蛋黄，它没有太多的调味。然后鲜度呢，一样就是非常的棒，我无话可说，好好吃。我们把它吃完是不是？好好吃哦。要下一次，要下一 round 了吗？快点。你会不会玩完都吃不到？那也太惨了吧！现实蛋好选吧。我想要吃哪一个？好，来，今天你想吃哪道？我想吃这道。今天你想吃哪道？我想吃这道。可以啦，我们三人默契了，三人默契啦。好了，感动，感动，感动。不分你我，不用改名了，不用改名了。对，这个算是宫保，宫保。你看这个肚子，肚子超大。对啊，肚子超大哎。好好吃，好棒哦！那我们继续哦，好，继续，剩三道。哎，目前我们两个都有吃到，对啊，可恶，来，准备，今天你想吃哪道？我想吃这道。
我要退出了这个节目了吗？我要被抛弃了吗？因为他不敢吃香菇，所以他没选这一道。你们够不够了解我？好了，这道给你吃啊！不要，你只能吃香菇。我不要啊，我要吃壳。没有办法。哎，这好大哦！哎，它这个大火快炒，那个味道焦香味好好吃。没错，它每一个壳都有炒进去那个料酱的那个味道，对，吸饱了那个汤汁。好好吃哦！天哪！来，二选一，加油一点好不好？好，选不到，请努力好不好？我觉得我选不到了。五六七八，今天你想吃得到，我想吃得到。最后一道，原则上我们应该要三个一起吃了吧？对，但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两个跟石原真的太没默契了，我们想看看到底没默契到什么地步，需要尝试懂事吗？需要，有没有可能最后一道也没有办法呢？我们就直接猜拳，好哎，两个一样，一个不一样，那个不能吃。哎，这更难的是三选一，可以哈，剪刀石头布。这果然是我的节目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是剪刀？真的哎，逃不了啊！这个青菜啊。这个苦瓜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颗梨子嘛，是吧？我们就吃外面这个果肉，什么味道？那边。黄黄的，黄黄的。第一次看到苦瓜的，我刚讲黄黄的，苦瓜心，比较熟，比较熟一点，好吃喽。怎么样？你咬好大口。里面不要吃，里面那个籽，那个膜。嗯，苦吗？有什么感觉？你的吃的口感评价？我觉得不会很苦哎。这是特点之一。它以为是汁超多，是很像完全在吃水果一样。对。只是它去掉那个糖了，它是真的没有甜，但是就是它也不会太苦。真的啊？老板随便开始吃了。对，不然呢？哎，可是它我都不敢吃，你们敢吃嘞？第一次看到中间哎，我第二口的确比较不一样。你再吃第三口，世界也会不一样哦。好像什么，就很像什么水梨汁，一开始那个口感，可是它还是有苦味，会回来，对，回甘一点，对，后面回甘，可是一开始是有那个水果的感觉，对，因为它汁真的很多，对，它汁很多，然后又很脆，我来试试看，没错，很脆，对，很脆。苦瓜，每个人消费者都讲说我苦瓜特别脆，好像在吃饼干哦，咔吱咔吱的。超级多水，跟我刚刚吃的西瓜水分差不多哎。哦，对对对，它整个咬下来之后，那个水是四面八方喷散在你的嘴巴里面，然后那个脆口的程度，就像你说的，很像某一种饼干还是什么，像小黄瓜那种感觉，脆口感，很像。然后它的苦味有，可是淡淡的，是完全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那种苦味。很后面才会出来。对。而且听说你这里好像还有新品种的苦瓜，对不对？有啊，目前是还没有正式全部量产。哇塞，我们算是很早期来拍的吗？没错，你们第一个拍到的。新品发表会通常都有修个楼啊，对对对，来修个楼，修个楼。欢迎新品种的苦瓜，苹果苦瓜，哇，好好吃的感觉哦。我说艾荣，真热舞一段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而且它长得真的就是跟一般的这个完全不一样，它像苹果一样胖胖的。没错没错，对对对，因为苦瓜它有高矮胖瘦，是。那我们可以用它的基因，它的爸爸妈妈去调整它的基因，让它的后面生出来的小孩子都是长这样。你把胖的跟胖的配在一起，这样吗？胖的跟矮的配在一起，哦，又变成又矮又胖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小叮当嘛，对对对，所以它别名叫小叮当苦瓜。新名字，那它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它。比较小嘛，对，就是胖短的，就那肉啊，他说他的肉比较厚实，啊，肉比较厚，所以他们喜欢吃凉拌的时候，他切丁的时候那种口感塞满嘴巴，哇，脆脆的感觉，然后他就喜欢那种吃。所以它是主要是可能肉的差异，是味道差异不会，肉味道差异不会到很大，是不是？不会，